巨星来分享餐饮工作坊，马来西亚餐饮业如何去面对数码化的时代来临呢？我们在2019年1月16号将为大家呈现餐饮与数码化。2019年餐饮巨星来分享工作坊，也将请了几位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掌握精准的信息2080法则，为你企业锁住客户的数据。那也透过数码化呢，我们也能够收集到大数据，为你超级爆品定位宣传，让客户死心塌地的跟随你。餐饮业如何迎合互联网营销趋势？新餐饮新模式如何借助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应用进行服务升级，提升营运效率和营销转化率，打造现代化供应链体系？你了解什么是餐饮数码化时代吗？那餐饮数码化又如何透过社交媒体、互联网倍增你的餐饮王国，包括收款、宣传、数据及管理呢？那又如何打造外卖营运高手呢？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期待2019年1月16号，到时见。